有一个兄弟过世了，对对，一直在你身上，而且你还做梦做到过他，你能不能帮他念小房子啊？现在像他这种病要给他念560张小房子，功课叫他念大悲咒27遍，心经21遍，礼佛念5遍，然后念姐姐咒49遍。2014年的6月22日，香港法会上，台长师傅给我老伴看了图腾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有小中风啊。对，就是就是。他是右眼睛啊，眼底整个视网膜破裂了。他有血压高，血凝度特别的高。他过去有过沙咽，也就是说他吃过很多很多活的，太多活的东西，或者就是他开过餐馆。起初我们虽然断断续续地卖了1年左右的鱼，但是我们很少杀鱼。后来同修告诉我，只要是卖鱼，即使别人去杀，卖的人也有杀业。没想到因为自己的无知而造下了杀业。他掘过人家一个祖坟，如果不是师父看出他刨过人家的祖坟，恐怕我们早已忘记了，那是我老伴小时候的事情。我告诉你呀，这种缺阴德的事情不能做。惭愧呀，如果不是师父指点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造了多重的业障，因果报应真是不虚。不知大家记得与否，我老伴当时是坐着轮椅去的，师父慈悲给我老伴加持，奇迹发生了。参拜一下，18000人共同见证了奇迹。叫他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坐什么轮椅啊？往后走。好，来，观世音菩萨妈妈。哎呀，好厉害！很多观世音菩萨一本正经，永不退转，今天也是永远不变。好好念经，好好念经。念经使人去除烦恼，去除身上的障碍。台长很爱你们，但是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更爱你们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。